如果说是你这个手头还要更加充裕的话，那考拉认为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首饰，像是一些有圣诞小特色的一些首饰，那女生就会特别喜欢，例如说是这种小小的雪花，咱们可以选购这种耳钉或者是项链或者是手链等等，都是可以的。因为选择这些款式的话，都是万年不怕过时的，而且这个女生啊，平时在穿衣服的时候都可以搭配起来，所以这个呢也是女生会喜欢的圣诞小礼物哦。好啦，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是你想要购买一些护肤品或者是化妆品的话，考拉是不建议的，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你要了解这个女生她的肤质到底是干性皮肤还是这种油性皮肤，需要怎么样的护肤品，或者是她到底是冷皮还是黄皮，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色号，对于大家来说都太难了。所以考拉建议大家还是采取刚才考拉这种不同档位的一个礼物进行挑选，这样子啊，咱们才可以更好的避雷。